嘿，老张上来了。啊，我回来给你扫雪啊。我昨天下雪下的挺大的，你刚干完，刚做完手术不能干活吗？是啊，这点雪，那没有事过来啊，那不能让你干重活呀，你再累坏了怎么办？你怎么这么好啊？啊？你怎么这么好啊？哎呀，你才发现我的好啊，以后更多呢。我寻思把这雪给你扫一扫，有工具啥的吧？有。你来的挺早呀，大清早的。对呀、啊，我怕来晚了雪化了。就下那一点雪，我自己扫扫。那不行，不能让你干活呀、啊，一点活不让你干呀、啊。哎呀，哎，有没有给你找个手套啥的，动手。我有。哎呦，我天，挺有准备的呀。对呀、啊。啊。还真的像个干活。要打有把握的仗。挺冷的，没事，动手。你回去歇着去吧，事情交给我就行了。行，那你慢点哈，别跟我走了。没事。啊？进屋等，等一会儿吧。行了。啊，行，没事。我去送垃圾。哎，我去，我去。不用，我去送。哎，我去。不行，一点活不让你干。哎呀，干完活了。干完活了。啊？对呀。不辛苦。这工具放哪？工具放那个小窝就行。行。给我吧，我来拖。没事，不要紧。给我吧。就把这些。哎呀，不行，不行，一点活不让你干。哎呀，你上那去坐着去吧。啊、我过来就是给你干活呢，我。啊、你干啥活？门口那挺脏的，然后拖一下。啊，行。拖完了。啊。一会儿我给你倒个茶水喝哈。行。给你暖暖手，冷不冷？哎呀，有，再暖也没你的手暖呀。给你在一起心暖，心暖比什么都强。喝吧。哎呦，有点烫。烫吹吹。哼哼。给你个热水器暖暖手。不用，我现在干那活还热呢。暖手袋。不用，你拿你的手就行了。要不我给你暖暖手。我不要。你早上几点来的？早晨八点多一点我就到了。咋来那么早？脑残啊！哦天哪，我帮你干活还说我脑残啊？你啥人啊？你这是？你不能问问我几点上班？你不知道我几点上班吗？知道啊，九点上班啊。对呀、啊。这么烫。那你来那么早？我早来一会儿没有事儿，但是如果说我来了以后，你把活都干完了，你说我来它干啥？再说了，我要是来晚了，那个太阳一出来，把雪全晒化了。那多好啊，我还怎么，那你不省事儿了吗？省力气。我还怎么表现？我回家给你做点饭去。不用，那麻烦干嘛呀？那也不行啊，你这不能让你受委屈啊。这也快中午头了，我给你做点饭去回家。你想吃啥？不用，啥也不想吃。你这边有锅啥的吗？有啊。什么锅？电锅吗？炒锅还是什么？煮锅啊。锅炉，都有。要不咱俩吃点火锅吧，搁这儿，什么呀？啊、嗯，我去买点那个菜，买点肉什么的，然后咱俩搁这对付一口，吃点呗。也行。行吗？也行。你少买点哈。行。买点蔬菜就行。不吃肉啊？嗯。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，你还不吃肉？补一补吧。你都瘦的皮包骨头了，你看。人不带脏字儿，你啊！这哪有那个超市啥的？超市对面。对面是有超市。有卖东西的吗？有，啥都有。啥都有啊！啊，行，那你在这等着。行，嗯。你怎么买这么多呀？不多呀。太多了，吃不完呢。哎呀，吃不完，留着明天吃。这个锅就有点烧，有点慢哈。还行吧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你饿了？我不饿。我就感觉挺有意思的，就是跟你在一起吃饭。咱俩能天天在一起吃饭吗？你想想吧。笑啥？是不是跟你平常吃的丸子不是一个味儿啊？特别好吃，今天。是不是味道都变了？嗯，吃什么不重要，
重要的是和谁在一起吃。我现在才深深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的含义。哎，你知道吃饭最忌讳什么吗？最忌讳什么？闭上嘴巴，赶快吃。吃。吃饭不能说话啊！吃个水管。哎呦，行。吃饱了没事，赶快回家休息一会儿吧。早上起来那么早。我不累。嗯。我不累。我下午。我陪着你下班。那不行不行，我下午有客户，一会儿有客户要来，早点回去。客户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要跟你一起呗，陪他。不行，不好。你在这影响我发挥。客户来了，今天绝对给你拿下。嗯。您客户来了，说我要十套。太好了。嗯。啊，赶快回去吧，我送送你。你这是卸磨杀驴啊，吃完饭就撵人家走。吃完饭那回家休息一会儿，睡会儿觉嘛。咱俩一起下班得了呗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一会儿人家那个去到公司就带客户来了，不好，多不好。走，我送送你，走。我发现你今天格外的漂亮。是吗？哪天是不是是不是我的心情好了，然后我看什么东西都顺眼了。知道。哎，这个衣服是我之前给你买的那个衣服吗？傻子买的。之前没有这个珍珠，我记得。怎么没有啊？都有啊，一直都有啊。是吗？啊。我看看，嗯，你看看，你傻逼！哎呦，哦，哎呦，这个门不是，哎，这个门没开，那之前不是开的吗？走这边，这个开的。哎呦，我这个脑袋疼，撞死我了！给，你这个坏人家，都是你，都怨你。什么怨我？没撞坏了？你看看，更傻了，我看是。赶快回家睡会儿觉，养养脑子。嗯、我这个衣服我还没看完呢。看完了，我走了。快走，拜拜。